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一，龙皮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。沙土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哈。请大家轻轻、柔柔的闭上眼睛，眼睛微张，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睫毛。轻轻的相处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，没有用力。压眼珠或者眼皮，轻松的闭起来，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最轻松、最舒服的坐姿来。打坐，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单盘、三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哦。我们都没有勉强，也没有在担心坐着好不好看、庄不庄严。都没有，我们坐下去了，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，不容易酸痹、麻痛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。全身的肌肉，有的人一旦闭上眼睛就开始定心了，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放松，就马上定心的话，心也会难以静定。因为心会来执着这个身体的酸麻、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慢慢来啊，慢慢观察，慢慢调整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。我们就来调整，把它放轻松，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。
也跟着放轻松。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。哪一位头部有重重紧紧的感觉出现的话，表示我们开始用力。我们调整一下哈，大家都在休息，都在放松，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什么压力，也没有给自己任何要求，都没有。现在只有失败失败的做哈，鼻子、嘴巴、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，我们的颈部、两侧、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手掌，直到我们食指、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。胸部、腹部、背部，背部也是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，刚刚好的哈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。现在全身都放轻松。如果哪一位感觉哪个部位仍然出现酸臂麻痛的感觉的话，也不要紧，我们也可以再一次调整，甚至于我们想再一次换桌子也可以啊，没有关系，慢慢来的。现在全身都放轻松，然后我们来解释看看，现在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轻，更舒服，体内也是没有任何内脏，它是空心的，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身体感觉轻松，我们呼吸的时候
感觉也会更顺畅。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。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自己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，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spy。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觉好像我们正在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可以排出来。我们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感觉轻松，spy。现在我们的体内只剩下空旷、通透、轻松、舒服而已。失败的做，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，现在我们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，在这里都没有任何人事物，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。因为我们正在休息，所以我们就先暂时不管外在的人事物是怎么样，我们先暂时不管他们了。现在我们就抛开一切，放下所有，静定无他。现在无论是好的
或者不好的念头，我们全部都放下来了。如果哪一位仍然出现很多杂念的话，法身师父龙婆他们是有曾经讲过，我们可以意念到死亡，意念看看，如果自己现在快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了，那个状态，那个刹那，我们都没有去想什么东西了。无论是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任务，我们的责任，一切的负担，家人、工作，全部现在是该放下的时间了。感觉好像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了，所以我们全部放下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然后就把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那里，差不多就在腹部的中央那里啊，把心宁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。我们感觉身体的中央点很重要，很宝贵，我们很珍惜它，所以现在不想把心放在其他地方了。现在只是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，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啊。
宁静、轻松、舒服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啊！我们只要轻轻的动念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再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。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那个众生正在受苦。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，那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。如同宝一样，没有互相伤害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。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愿我们。只教善友，没有教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、钱财、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。身体健康、长寿、智慧圆满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。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阿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，有龙婆祖师、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。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啊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า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
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，互相随喜功德，洒脱。我们来听佛法哈。今天我们来谈到第几个波罗蜜了？我们之前有谈过布施波罗蜜。持戒波罗蜜，还有出离波罗蜜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个波罗蜜，就是智慧波罗蜜啊。当我们有了智慧，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可以解决众生的问题，可以解决佛教的问题啊。智慧这两个字。大家可能会认为哦，有了智慧可以精通很多学问，很好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深的一层啊，这个智慧啊，是指的是我们非常清楚明了四圣谛。大家知道四圣谛吗？什么叫做四圣谛啊？我们诵转法轮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诵什么以汤突扛吗？以汤突扛就是什么？这个苦，以汤突卡斯姆特哟，这个是什么？极啊，然后呢，以汤突卡尼罗陀，这个是什么？灭，然后以汤突卡尼罗他卡米尼道啊。如果哪位脸上有出现问号的话，就多诵转法轮经哦。智慧波罗蜜啊，最彻底的就是指的是啊，很明了四圣谛这个部分。有的人可能认为，龙屁我就知道啦，苦集灭道是什么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很有智慧，对吗？知道是知道。但是知道的程度跟圣人知道的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我们来学习，意思是如实之见。所谓的如实之见，就是说看到一切万物的事实是什么。比方说看到某些东西，哦，这个东西很漂亮啊，很宝贵。但是如果看到最彻底的，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呢？哦，原来它还是在落在这个无常这个道理之下，所以终有一天它也会怎么样呢？会灭的啊！它是这样看，目的是为了寻找啊，寻找智慧，为了解脱啊。比喻就像比丘托钵时不挑选供养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比丘托钵的时候看到富翁供养，接不接受？接受。看到穷人供养，接不接受？也要接受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只要知道谁有智慧我可以向谁学习，我都愿意。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高贵的身份或者身份不是那么高，如果他有智慧，我就愿意向他学习。是这个比喻哦。有一次龙婆达达曾经问过老奶奶啊，问他说一个问题，如果问大家不晓得记得吗？哪位比丘佛陀称赞他是智慧第一？
记不记得？智慧第一啊，智慧第一是怎么这么安静啊？舍利弗，尊者啊，这位是佛陀的右大弟子啊，他跟哪位一起呢？跟目犍连尊者，目犍连尊者是左大弟子，对吗？啊，这两位他修功德波罗蜜的时间很长，比一般的阿罗汉长啊。他修了一二生期加上十万劫的波罗蜜啊，时间呐、啊、很长啊，才可以成为这个左右大弟子。龙婆他打问老奶奶说，为什么舍利弗尊者才会有很大的智慧？那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必须先跟大家讲啊，为什么舍利弗才叫做舍利弗？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其实他的巴利名字叫做沙利布达。其实他本来他的原名不是沙利布达啊，他的原名是另外一个，等下必再讲。但是这个是后来当他出家后，佛陀称他为沙利布达。沙利是他妈妈的名字，布达是儿子的意思，所以沙利布达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沙利妈妈的儿子啊，大家知道了哈啊，这是佛陀称他的，后来其他的比丘也这样称他啊。老奶奶跟婆达达讲啊，舍利弗尊者他有一种道德啊，很特别，就是两个字，他知恩，知恩啊。那这个龙婆达达听到了就有一点不是很了解啊。在大藏经里面哪里有写舍利弗尊者有这个知恩这个道德？他就翻来翻去，后来有找到几个故事啊，其中之一啊，必拿来跟大家介绍啊。沙利布达尊者啊，舍利弗尊者他的俗名叫做乌巴迪萨，然后呢，目犍连尊者啊，他的俗名叫做戈利达啊，这两位啊，从小时候就认识，所以呢，他们很熟悉，很熟悉，常常去吃喝玩乐，去做什么都一起去。有一天他就做了平常做的活动，就是看什么，去看表演啊，去看表演。通常看表演的时候啊，这两位的心情会特别的开心。不过那一天呢，他们两位看到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那些人，他们却觉得感觉很闷，没有像以前那么开心那么快乐了。当表演结束之后啊，他们两个就来聊天啊。他就说，今天为什么我们看人家表演都不会感觉很欢乐呢？他们就说，在舞台上的所有的人，再过100年，他们都不见了，对吗？再过100年，他们都不见了，就是说，他们都会死光的。谁看戏看表演这样想啊，
哦，但是有福报的人这样想了，在舞台上，所有的人超，在100年全部都会死光，连我们也是一样。不如我们去寻找不死之路好了。哎，我们一起来寻找不死之路好了。然后他们两位。就要去找不死之路了。不死之路在哪里？先不告诉大家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听啊。今晚龙屁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，晚安，明晚见。